芹菜含铁量较高，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食疗佳蔬。芹菜对于高血压、血管硬化、神经衰弱亦有辅助治疗的作用。经常吃些芹菜，可以中和人体内的酸性物质，对防治痛风有较好的效果。那么今天蛋壳就来教你一道香油芹菜。将洗净的芹菜切成一厘米长的段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洗好的红椒切开，去籽切成丝，再切成粒，装碟备用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倒入芹菜，煮约两分钟，直至熟透。将芹菜捞出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加入适量的盐、鸡粉、白糖，淋入少许芝麻油，用筷子拌匀入味，再倒入切好的红椒粒，用筷子搅匀。把拌好的芹菜装入盘中就可以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你们也不妨动手自己试一下吧。